雌激素是一种促进雌性生殖器官的成熟和第二性征发育，并维持其正常功能的女性激素，主要由卵巢合成、分泌。有些女性朋友经常出现失眠、易怒或是皮肤干燥等现象时，往往与雌性激素偏低有关。雌激素分泌正常时的女性，皮肤柔嫩、细致，并拥有优美、凹凸有致的身材曲线；雌激素偏低则容易加速衰老，并引发各种疾病。女性想要更好的保养子宫卵巢，让自己更加青春靓丽、美貌常驻，雌激素不可或缺。一、大豆，大豆是女性补充雌激素最好的补品。雌激素不平衡的女性，不妨经常吃点大豆或大豆制品，可以均衡体内的雌激素水平。同时，大豆还能有效预防一些与雌激素有关的癌症，因此每天坚持喝一杯豆浆或其他大豆制品，能增加人体雌激素的及时补充，又不会因人为的用药调节而形成对身体器官的其他副作用。二、鸡蛋，胆固醇是人体制造雌激素的原料之一，而鸡蛋里就含有丰富的胆固醇，所以女性最好每天吃一个，有利于补充雌激素。三、葛根，葛根被称为千年人参，可见其营养价值、保健功效之高。它不但能养肝、保护血管，还对女人大有好处。葛根中富含一种异黄酮，又称为植物雌激素，具有显著的调理内分泌、平衡体内激素的作用。当女人体内的雌激素不足的时候，常食葛根则会促使卵巢分泌雌激素，因此雌激素偏低的女人可以常吃葛根。葛根可以磨成葛根粉，每天冲泡方便食用，也利用营养吸收。四、茴香，常吃小茴香，肾阳可以得到温煦，包公就会变得温暖。现代药理研究也证明了小茴香对妇科的巨大作用。小茴香有着相当于雌激素的功能，可以增强输卵管、子宫内膜、子冠肌层、皮层及卵巢功能，但却没有雌激素的副作用，对女性来说可谓一大珍宝。五、皂角米，皂角米是一种粗粮，它也是女人天然的雌激素，经常吃一些皂角米，可以有效的补充女性的胶原蛋白，让女人肌肤细腻光滑。六、刺梨，刺梨是我国西南部的特产野果，因惊人的维生素 C 含量而被逐渐关注，女性朋友可以日常吃一点，补充足够的维生素和雌激素，有助于保养卵巢、美容养颜。七、海带，说到海带，每个人都很熟悉。首先，海带中的碘是一种天然的雌性激素，特别是对女性来说，经常食用海带有助于滋养卵巢健康，补充体内女性荷尔蒙，平衡体内荷尔蒙水平，从而保持卵巢健康。八、海参，海参含有丰富的蛋白质、脂肪、碳水化合物和维生素，有滋补肝肾作用，对久虚成痨还有卵巢问题的人有很大的改善作用。海参中的硫酸软骨素还有调节女性内分泌的作用，延缓肌肉衰老，推迟更年期的到来，因此女性想要保养卵巢，这款食材一定不要错过，清蒸、煲汤都可以。